他们在演唱会上各种人物照片贴满满，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什么名人签名墙，但其实是有被投，然后直接被。 拍到脸，对，以示众人。为了去警惕大家了，对啊，也用这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拿了，然后可能看到人排太多啊，然后就直接走出门了。原来这间超商就开在信义区酒吧街里，每到半夜就要上演买酒客挤满店里的场景。结果有人看到队伍排太长，不结账就走人；也有人趁着人潮来一个顺手牵羊，店家被偷到怕，干脆把小偷影像全公开。各种偷酒手法也全都显露。 把酒藏在衣服里，还有人塞在头上的毛帽里。大胆一点的酒拿在手上，就大辣辣的走出店家，根本不怕被拍到。蛮有趣的，应该没什么用。大家只会就是，哎，好有趣，我帮他拍个照。蛮有创意的啊，我可能会问他我做了什么事情。我如果没有付钱的话，我现在可以付钱。监视器拍下的偷酒贼至少十多人，还有人被拍到不同角度贴成四个照片，网友笑称俨然是人生的四个拍贴。而店家表示已经报警查办。要捐自己，如果是忘了，然后自己，然后就报警，警察会去抓。再怎么嗨也要乖乖排队付钱，否则吃上官司得不偿失。记者郑浩报道。 立刻下载金星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